东西呢，女生就是要温馨。我跟这一下子把我们推进来以后，哎呀，有到这后年，二月份到这后年。中红位还没有啦，中红位对面呐，对面呐，对面一的中红了。我这边嘛，因为当你有到这后年，啊，我这后来跟这边我。我已经没来用中康，中康的。就当你把中康吗？伊是用拖的。对啊，俺哥你这边搞中康，不过你。我喜欢这里的。我喜欢这，我觉得如果我早上有在煮咖啡、泡咖啡，我喝下午茶，我觉得这样子是对一个女生来讲，尤其我们在上班的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好，一娃娃已经中岛吧？中岛。哎，啊，有花花衣啊，不喝。啊，因为伊就做呢，伊就副干呢，咱就副干呢。嗯。哎呀，啊，伊要拍算啊，哎呀。啊，伊要无定，你去换新的啊。我。我比较听得进来。哎，我休息呢，今麦我大，啊，伊要跟阮囝多去的。我问看伊有一个家庭，看伊住四房的遐。嗯。哎，我安尼想法，因为他们讲四房的遐未当卖伫六甲五至六甲八尔。啊，我厝租几间？几房？几？我买二十一世纪啦。二十一世纪的。往那边啊。护理的啊。唔知。护理的，我买。而且不记啊。啊？还有不记的介绍。但是我1991的旧厝啊，我是护理第一栋。1991，所以是几栋啊？几个啊？还好啊，富丽的厝不太会掉价诶。有啦，有掉啦，到春天掉到450啦。是哪价？没啦。450，我阮囝听着，阮囝随讲妈妈生气。阮囝住诶富丽，伊只因比买富丽。